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香港创业青年内地行成员网络 MAN 举办的 Meetup Seminar。 今次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 Meta Future， 元宇宙元未来。大家都知道啦，在这个2021年啦，就是元宇宙的元年啦。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机构和一些公司呢都已经进驻了元宇宙。其实我们在香港这里都有很多的公司呢和企业呢都是很积极地走到最前的。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请到一班我们的、业界的一些领袖、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究竟现在这个元宇宙最新的发展是怎样呢，还有究竟我们这个元宇宙的新机遇对于我们香港的企业或者一些初创公司来说究竟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空间。所以今天就非常高兴请到几位嘉宾来。其实除了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之外，我们其实都还有很多网上的观众和我们在看我们的网上直播的。稍后我们去到最后都会有一些问答的环节，歡迎大家網上的觀眾都可以準備你們的問題，可以隨時提問的。好了，我們就事不宜遲，我今天介紹三位嘉賓先。首先今天我們三位都是元宇宙領域裡面非常有代表性的專家來的。我們首先包括第一位，我們 The Sandbox 香港業務增長主管黃宏成先生 Eric。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好，咁 Eric 咧，咁本身非常有經驗嘅設計背景啦，咁亦都係一個遊戲愛好者啦。咁喺呢一個 The Sandbox 咧，就帶嚟咗我哋一個藝術啊、設計技巧同埋遊戲方面嘅豐富經驗。咁啊，將佢豐富嘅 Web 2.0 嘅技能咧，就轉移到呢個 Web 3嘅嶄新領域入邊啊，希望將成個元宇宙咧可以帶到一個全新嘅體驗俾大家嘅。好，咁第二位咧就係 Index Game 嘅聯合創辦人及營運總監黃碧琪女士 Becky。Hello， 大家好。歡迎 Becky。多謝主辦機構今日嘅邀請。好，多謝你。咁啊 ，Becky 咧就係喺呢個香港理工大學嘅設計系畢業啦。咁啊，呢個廣告界咧已經有20年嘅經驗噶啦。咁佢就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創立咗 Index Game 呢間公司。咁啊，正式進軍元宇宙。咁啊，希望可以為佢嘅一啲譬如唔同嘅廣告客户啦、一啲企業啦，可以帶嚟呢個新嘅機遇嘅。好。咁我哋第三位嘉賓啦，就係呢個香港雅虎有限公司亞太區廣告創意工作室高級總監李可樂先生 Roger 你好。Hello， 大家好，亦都好多謝主辦機構嘅邀請啊，今日。好多謝你嚟啊！咁啊 ，Roger 咧就加入雅虎咧已經超過10年㗎啦。咁啊，將最新最先進嘅一啲互動技術科技啊，就帶入去雅虎嘅廣告解決方案入邊，咁啊極大化呢個客户嘅廣告成效。咁啊，我今日非常多謝三位嘅。好，咁事不宜遲啦。首先咧，我哋知道咧，每一位嘉賓咧都有一啲嘢要同我哋分享嘅。咁首先咧，我哋先有請 Eric 啦，係咯 ，Eric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係啦，呢個 The Sandbox 元宇宙最新嘅發展究竟係點？好啊，好啊，唔該曬，唔該曬。咁我諗都其實有個咁嘅機會啦，多謝邀請我哋可以講解一下究竟其實 Sandbox 係一個點樣嘅 concept 俾大家了解一下。咁而家大家睇到呢個地圖咧，其實係 Sandbox 而家嘅 real time 嘅一個 map 嚟嘅。裏面其實就是全部進駐了的公司，其實他們都可以在上面去 upload 自己的 logo 啦。跟住個大細其實就是基本上直接關係於他們擁有多少塊土地。Sandbox 的土地其實有個限量嘅，就是166,464塊。咁而家暫時就出售了超過70%，咁剩翻嘅30%咧，亦都會喺嚟緊嘅唔同嘅活動啦，或者唔同嘅 campaign， 我哋會陸陸續續去 release 翻。咁中間咧，大家可能見到有啲部分咧係黑色嘅，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問過我嗰個係咪河啊定係海嚟嘅？咁我又話俾大家聽，其實唔係嘅，其實嗰度咧係代表就係我哋未做 minting 嘅嗰啲位置啫。咁即係話，如果大家可能將來對住附近覺得我有興趣去等嗰一笪地段去開放嘅話咧，咁呢度亦都係可以大家俾到一個大家 reference。咁 Sandbox 每一個土地咧，其實一乘一嘅土地咧，個大細咧其實就係96米乘96米，個高度係128米。咁即係話喺呢個空間裏邊咧，大家就可以發揮大家嘅創意去整啲任何嘅內容都可以嘅。咁其實正正而家其實大家可能聽過好多關於 Metaverse 啊，或者係唔同嘅 project 嘅一啲理念啊，或者 concept。咁但係Sandbox 而家最主要嘅就係我哋已經係將 Alpha Season 3，即係已經去到第三個 Alpha Season。咁就係一個咩嘅體驗咧？就係其實係直接可以俾 user 佢哋係真係可以入去玩嘅一個體驗嚟嘅。咁裏邊其實去到第三季咧，其實我哋個內容咧會更加豐富啦。而且咧去將啲去 cover 啲唔同嘅 brand 咧，其實亦都更加多嘅。其實第一季同第二季係比較
第一季咧，尤其是其實係少少似 close beta 咁嘅形式，咁你真係要有 alpha pass 你先可以加入去玩。咁去到第二季咧，已經完全係開放俾所有 user 自己去參加啦。只要佢哋想開翻個 sandbox account， 咁跟住其實就玩得。經常都有人問我點樣可以入到 metaverse 啊？使唔使買眼鏡啊？要咩裝置啊？各樣嘢。咁其實我都係話唔使嘅，一部電腦。甚至乎可能一個 Mac 機又好 ，PC 都好，咁你開翻個 Sandbox account connect with 你自己嘅 Crypto Wallet， 咁就 OK 嘅。咁而 Crypto Wallet 嘅 connect 咧，唔係為咗話哦，我哋會收啲咩 token 或者收咩錢，其實係完全免費嘅。個 wallet 咧，其實係用嚟用翻我哋其實嚟緊會有啲 play to earn features 咧，咁我哋係會 reward 翻，調翻轉，我哋係 reward 翻 token 同埋 reward 翻 NFT 俾啲 user。咁呢度少少簡單嘅資料啦 ，For Alpha Season 3， 其實我哋成個項目其實係2018年開始，咁啊總共頭先有提過166,464塊地，咁而且咧其實而家已經有超過全世界咧超過400個唔同嘅 brand 啦，同埋 partnership 已經進駐咗 Sandbox， 咁呢個 partnership 嘅關係咧唔係講緊佢淨係買地嘅。而係講緊其實佢哋已經係 commit 咗，佢哋會做 development， 同埋嚟緊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啦、唔同嘅遊戲啦，包括可能係遊戲，可能係唔同嘅體驗，甚至乎嚟緊亦都會有演唱會啊，各種唔同類型嘅活動都會喺 Sandbox 裏邊發生。咁今次 Alpha Season 3其實正正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大家去聽就聽得多啦，不如大家親身去試一下，究竟其實裏邊係有啲乜嘢特別嘅東西。咁而且今次其實我哋亦都非常之想推多少少關於 digital identity 嘅其中方面嘅一啲concept 俾大家了解。咁所以其實咧，我哋亦都同咗好多唔同嘅NFT 啊，或者係啲之前嘅 PFP project 去合作。所以話簡單啲講就係、如果你係一個 Bored Ape 嘅 owner， 你除咗擁有一張illustration 一張圖之外，咁其實你 connect with Sandbox 咧，你已經係可以將嗰、那個image 變成一個 3D avatar 俾你喺 Metaverse 裏邊使用嘅。咁全球嚟講咧，而家我哋大概有超過啦4 million 嘅 wallet 其實 connect 咗 with Sandbox 嘅呢個 platform 噶啦。咁所以其實簡單啲講就係、有好多唔同嘅user 其實佢哋已經陸陸續續咁去 connect with Sandbox 啦 ，create 一個 account 啦咁樣。咁而且今次嘅活動快講其實就係、其實都比較長嘅，因為我哋都cover 大概10個星期，咁裏面其實又會有 play to earn 啦，你係可以真正感受到其實係一個新嘅遊戲嘅平台上，其實除咗係玩遊戲之餘，其實你會充分了解到其實呢一咁多嘅內容其實係從世界各地唔同嘅 creator 做出嚟嘅，咁佢哋嘅內容上究竟點樣表達啲咩玩法啊？裏邊有咩內容？其實全部都好唔一樣。咁透過呢啲活動啦，咁大家亦都有機會其實可以贏翻一啲 token 去貨你將來可能 ，for example， 我成日同啲 user 講你可能未有你第一批token 或者未有第一批嘅 NFT， 咁就啱啦。你而家可以透過呢啲活動去可能去賺你自己第一批嘅一啲 assets 咯。咁我哋其實總共其實係有98個 experience 嘅。咁大大細細就分佈咗喺我哋而家 release 出嚟嘅呢個 map 入邊。裏邊咧其實唔係真係全部都係大 brand 嘅，我想講，其實包括咧係有好多其實係參與我哋 Game Jam 嘅一啲獨立嘅創作室，佢哋可能得3個人、4個人，其實佢哋已經可以做到啲好精彩嘅遊戲出嚟。所以其實喺一個元宇宙平台裏邊，唔係講緊話我一定要大公司，或者係我係咪一定要好多資源，其實先可以開始到。因為其實 Sandbox 嘅 development tools 咧係全部係 free download 嘅，咁只要你開咗個 Sandbox account。你 create 嘅所有嘢，其實全部所有都係 under 翻你個account 裏邊，佢亦都係全部屬於你嘅 assets 嚟嘅。咁啊，頭先有提過，我哋同唔同嘅 NFT 項目有合作，包括有 Snoop Dogg 啦，有Bored Ape 啦，有CyberCon 啦 ，Well of Women 啦 ，Moonbird 啦，其實呢啲類型嘅所有嘅 PFP project， 今次你直接可以用 exactly 同你嗰張 PFP 一模一樣嘅 avatar 去參與唔同嘅活動，咁呢啲做法其實我諗其實都世界上應該都係唯一一個暫時會咁樣用NFT 嘅其中一個平台。
其實個發展可以很豐富嘅，就是假設你將來其實你因為是某一些 NFT 的 owner，that's why 你可以去參與一些不同在 Metaverse 上面的活動，呢、這個其實亦都係正正係一個其中一個例子嚟。咁啊頭先都有講過其實全球啦，總共400幾個唔同嘅機構，佢哋已經喺 Sandbox 裏邊擁有自己嘅第一批 digital assets 啦。咁其實你見咧，其實 Sandbox 並冇話係咪一定要同某一啲 specific 嘅 category 合作嘅。其實我哋係任何種類嘅 cat 咧，我哋都歡迎嘅。咁但係我哋個 partnership 嘅關係通常都係要有一個比較長的一個 conversation， 就是話我哋想了解多少少，或者我哋可以介紹多少少，究竟其實點樣喺 sandbox 裏邊做 development， 咁以至於令到一啲傳統嘅行業佢哋更加明白佢將來可以喺 Web3 度去建立一啲點樣嘅體驗。Play to earn 啦，其實係非常之簡單嘅，即係個 concept 就係你唔需要去俾任何嘅你有冇啲咩門檻啊？或者你係咪要俾好多錢啊，先可以參與到咧？咁當然，其實如果 play to earn 呢個 concept 喺唔同嘅 GameFi 項目上，其實佢會有啲唔同嘅定義。咁喺 Sandbox 嘅定義就係我哋真係確定我哋對於玩家嚟講係 free to play， 咁你亦都可以 play to earn。咁當然啦，其實我哋頭先有提過我哋開放嗰啲開發軟件其實都係 free download 嘅。咁好多 creator 其實佢哋亦都可以透過呢啲軟件，佢可以去建立佢自己第一批 access。咁而呢啲 access 所有嘅 right 咧，其實係屬於嗰個 creator。咁所以 that's why 其實將來佢亦都可以透過 sandbox 呢個平台，佢可以建立自己嘅一個 collection 啦。咁跟住變相其實你亦都可以做你自己嘅買賣啊，你建立你自己嘅遊戲啊或者 NFT 嘅 collection， 呢個都係非常之簡單。咁頭先有提過cover 到嘅唔同嘅一啲IP 同埋 content 啦，其實香港咧大中華區咧，我哋都有幾多個項目其實已經係今次喺 Alpha Season 3 release 啦，包括 Becky 嘅佢哋嘅Index Game 亦都有同 Hengen 啦，同埋佢哋自己當年去加入 Sandbox 呢個平台嘅其中一個好有意義嘅遊戲咯，咁同埋仲有 SDMP 啊呢類型嘅 experience 咧，其實都係由 Becky 佢哋去做出嚟嘅。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見到內容上其實可以好多唔同嘅變化，你包括可能有啲 IP 又好，你 celebrities 或者係你係唔同嘅行業，其實都可以喺 Sandbox 裏邊去 develop 到一個新嘅 experience 出嚟。係啦，咁嗰個又翻去講話啊，有咁多 content 啦。咁其實你係去玩嘅時候，其實成個 pool 咧係好大嘅。今次包括我哋會 deliver Alpha Pass 啦。咁 Alpha Pass 其實每張其實可以 claim 翻500個 Sand Token。咁而家 Sand Token 大概兑翻500美金到啦。咁即係話其實可能你淨係玩遊戲，咁我如果贏到張 Alpha Pass， 我已經可以 claim 到500 Sand Token。咁以至另外，其實我哋仲有個 leaderboard 嘅 feature 係特別係 for 今次嗰個Alpha Season 去做嘅。咁 leaderboard 個總第一名嗰個獎金其實係有30,000 cent， 咁即係話20幾萬港幣，係啦，即係話你可能玩個零兩個月 game， 咁你又可以賺20幾萬港幣咁樣。咁我哋希望令到嗰啲玩家明白到，其實你玩遊戲你 contribute 落去嘅時間同埋你 create 出嚟嘅一啲內容，其實係有翻個相對嘅 reward 俾翻佢，係啦。咁所以其實好多今次講緊成個 Alpha 3嘅裏邊嘅 experience， 包括可能 entertainment 又有關於好似呢個 Ubisoft， 咁其實佢亦都將佢個 Rabbids 嘅 IP 擺咗入嚟。咁Web of Women 啊，跟住 Steve Aoki 呢啲 celebrities 嘅同埋啲 game jam 類型嘅活動，所以其實係好多唔同嘅種類。你會發覺其實喺成個 Metaverse， 即係今次 Alpha 3裏邊冇唔會話你揾到啲好相類似嘅 style 嘅，全部都好唔一樣。包括好似 Index Game 做嘅SMP 之前嘅一個體驗，其實佢就將中環碼頭起咗落去。咁所以大家可以覺得，即係完全了解到點樣可以現實世界又得，你一個 fantasy 嘅世界都可以，係啦。藍精靈啊、Atari 啊、Walking Dead 啊，咁呢類型嘅 IP 其實全部今次都已經有得玩。Leaderboard 啦，頭先有提過啦，咁你見到其實有30,000嘅 Sand Token 啦 ，for 係啦。咁所以其實簡單啲講就係講多就係冇乜意思嘅，大家自己可以上去呢個 sandbox.game 入邊去 download 嚟玩，即係係啦，呢個係最簡單嘅做法嚟。
好啊，唔該曬 Eric。咁啊，趁住呢段時間喺呢個 Alpha Season 3咧，咁啊，大家真係可以趁時機快啲入去去玩下。咁啊，我自己都有玩嘅。咁啊，希望我可以贏到多啲聲咧。係啦，玩多啲就好大機會贏到。係啊，冇錯冇錯。好，咁啊，下一個咧，我就先邀請啊 Roger， 係啦，可以又同我哋介紹下究竟 Yahoo 究竟而家喺元宇宙入邊又做緊啲咩咧？大家又可以聆聽你嘅分享啦。哇，多謝 Kevin。咁我不如咧就首先講一講 Yahoo 嗰個嘅 focus 先啦嚇。咁其實 Yahoo 我諗可能在座都好多大家都聽過嘅一個品牌啦。咁亦都係喺香港其實都扎根咗二十幾年㗎啦。咁我哋公司咧其實由 Web 1.0 就開始㗎啦嚇。咁到而家我哋已經講緊 Web 3.0 啦。但係我諗我哋其實都係不忘初衷嚇，都係講緊一個嘅 focus 同埋我哋做嘅嘢都係一個主軸，就係點樣去connect 我哋嘅 consumer、我哋嘅 customer 同埋我哋嘅 user to 佢哋嘅 passion 嚇，咁俾佢哋最想要嘅嘢佢哋嚇，咁所以我哋公司而家嗰個嘅業務咧，其實主要有兩大部分。咁第一咧都係一啲係面向廣告客户啦 ，advertiser 俾到一啲嘅 unified tech stack 佢哋。咁所謂 unified tech stack 咧，就係一啲嘅廣告平台，咁等佢哋可以有一個一站式嘅體驗，無論佢想係做一個 search 嘅廣告啦，或者是一個嘅展示型的 display 廣告，甚至其實最近亦都新興的一啲嘅户外展示型廣告 DOOH 啦，咁我哋都有一個平台去幫我哋嘅客户。咁而喺另一方面咧，亦都係 equally 咁重要嘅咧，就係我哋 provide 我哋嘅 user 一個 digital immersion。咁香港咧，其實都係以 Yahoo 作為一個領導品牌啦為主啦嚇，但係其實除咗 Yahoo 之外，我哋有另一個叫 Engadget 啦。我哋有唔同嘅網上嘅品牌，去俾到唔同嘅服務同埋資訊我哋嘅用户。咁所以我哋嘅中心其實都係去 connect people to 佢哋嘅 passion。咁而我負責嘅咧啊，咁其實就未完全介紹我自己嘅角色，就喺公司入邊咧，就係負責一個嘅叫做 Yahoo Creative Studio 嘅部門嚇，係亞太區嗰度去幫手去睇下呢個部門點樣可以繼續發展。咁其實呢個嘅部門嘅角色咧，就係去應用咗公司入邊嘅唔同嘅資源，包括咗我哋有嘅數據啦，我哋有嘅內容啦，同埋我哋有嘅技術，咁去幫我哋嘅品牌客户咧，去令到佢哋嘅創意可以被 unlock 嘅嚇。咁我哋主要都唔會直接去真係去同個品牌客户去完全去取代佢嘅創意嘅團隊，咁但係比較係我哋去擁抱唔同嘅技術啦，擁抱我哋自己嘅公司嘅資源啦，去俾更多嘅 solution 佢哋嘅創意團隊，令到佢哋可以得到最大嘅發揮。好啦，咁去翻我哋今日嗰個嘅重心啦，就元宇宙 metaverse。咁誒，依度有幾個數據嚇，咁好明顯呢個嘅數據就知道我哋要點解今日喺度講呢個題目嚇。J.P. Morgan 講過就係話，其實未來依一個嘅產業咧，可以去到一個 trillion 嚇，一個 trillion 係一個非常之龐大嘅數字。咁然後有 research 啦，research from 呢、这個Wunderman Thompson， 咁喺上年就問過一啲嘅user， 問佢哋有冇聽過元宇宙。咁其實上年嗰個數字咧就仲係好低嘅，得34%，三十幾個 percent。咁但係今年去做翻相同嘅 research 咧，就已經係有74% 啦。咁所以係一個好高速發展，係大家好 aware 嘅一個 topic。咁但係咧，問題就係、是、其實得15% 嘅人咧，可以好正確地或者好較為接近正確地咧，去解釋咩叫元宇宙嚇。咁、所以我諗今日個題目就係希望可以將呢個數字提高啦。咁亦都咧係，所以就今日希望可以分享一下曾經我哋喺幾個月之前做過嘅一個 project 啦。咁我哋就喺 Decentraland 嗰度就起咗一棟大樓，叫做 Electric City 嚇。咁呢棟大樓咧就係、是、去俾我哋嘅 Yahoo user 咧喺入邊去玩啦、去活動啦、去 interact 啦，咁所以我哋就設計咗呢棟大樓，就三層嘅，入邊有唔同嘅嘢可以做到，亦都喺隔離咧就起咗，咁當然一個 virtual 嘅建築啦，就參照咗觀塘嘅啟業街，就起咗一個嘅籃球場，咁所以呢個籃球場嘅設計咧，其實就係、是、正正就係觀塘啟業街嗰個籃球場嘅設計嚟嘅。咁喺入邊咧就做一啲嘅活動啦嚇，咁我哋有一啲嘅 art gallery 啦，有music show、music event 啦，有一啲嘅
尋寶遊戲啦，有獎尋寶遊戲啦，同埋舉辦咗一啲嘅籃球活動。咁我哋嘅 music show 咧就邀請咗一個女團 After Class， 咁就幫佢咧就 create 咗啲 avatar 嚇 3D avatar， 直接咧就喺 Decentraland 入邊咧就可以去開 show 嚇。咁佢哋嘅 show 咧就喺頭先嗰個建築入邊嘅最頂層嗰個嘅天台入邊。咁我哋亦都咧就專登設計到咧係一個好 local 好香港特色好香港文化好多嘅霓虹燈啊嚇。的一個場景嚇，咁喺入邊嘅 music 一個，然後喺嗰度去做一個 show 啊，咁亦都邀請咗四個 local 嘅設計師嚇，就俾咗個題目佢哋係昔日香港觀塘嘅風貌，咁佢哋就設計咗好多嘅作品，然後將佢哋變成 NFT， 亦都就擺咗上去 OpenSea， 亦都喺依一個嘅場景入邊、場館入邊去展示嘅。咁為咗增加嗰個有趣程度咧，咁我哋就特登去製作咗個遊戲嚇，咁就喺個場館入邊各個地方咧就做擺咗個籃球。咁如果去收集到六個籃球以上咧，佢就會攞到個 poem 嚇，同埋咧就可以攞到其中一件我哋揾咗德國設計師設計嘅籃球衫。咁嗰件籃球衫咧就可以直接喺 Decentral 入邊去著嘅。入邊嗰啲 avatar， 咁最仲有我哋就揾咗台灣一個嘅籃球明星啦，叫王子，就同香港嘅吳家謙做一個跨洋嚇、跨個大海嘅一個嘅 live 嘅 interview， 直接喺個 metaverse 入邊去做嘅嚇。咁最後為咗更加容易令到我哋嘅 user 去接觸到元宇宙，知道入邊發生乜事咧，我哋就揾咗個 YouTuber 嚇就。佢直情係現場直播嚇，入邊發生嘅事啊，就叫做 Fake Slip Pie， 咁好有趣嘅。咁所以好快咁，不如我哋播一播呢段片啦，俾大家睇一睇呢個 project 入邊嘅一啲嘅細節。好啦，咁所以最後尾嗰個 result 咧，我哋 pop poet 咧收到4000多分，咁其實係我哋都係一個幾滿意嘅成績，因為唔容易去攞到一個 poet 嘅其實，咁亦都有啲 learning 嘅，咁我哋見到咧呢個 project 咧，其實難咧點樣去 promote 嘅，因為其實始終元宇宙係一個新嘅題目啦嚇，咁點樣去俾大眾，尤其是我哋嘅 user 知道咧，係唔容易，咁所以我哋都用咗一啲嘅諗法，用一啲嘅策略去。點樣令到大眾咧係有個 awareness 嚇、啊？去揾一個平台唔容易啦，去揀一個適合平台。咁我諗今日我都認識咗 Sandbox 好多嚇，係、啊、啦。咁呢度講睇翻就係點樣我哋 promote 啦、啊、嚇，即係都用翻一啲 Web 2.0 嘅方法啦嚇。咁、啊、所以其實都係 Web 2、Web 3或者我叫 Web 2.1 又好 ，Web 2.5 又好啦嚇嘅一個策略咯嚇。咁、啊、有唔同嘅 AR 嘅成分嘅廣告嘅設計啦。咁、啊、呢、這個就係去講翻其實有唔同嘅 Metaverse。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 learning， 亦都希望綜合翻呢啲 learning 咧，我哋俾翻我哋嘅品牌客户咯。嚇，咁我諗我就唔詳細講啦，喺呢度嚇，一陣間可能有機會去再分享多啲。咁我諗希望即係俾到大家知道就係即係 Yahoo 就係希望喺 Web 1、Web 2、Web 3其實都係繼續去睇點樣去揾一個最好嘅方法去 connect 住我哋嘅 user， 我哋啊俾到最合適、最貼身嘅
服務和諮詢他們。好 ，thank you， 多謝曬 Roger。咁我相信一陣間都仲有好多問題要問你啊。咁啊，好啦，最後一位啦。咁我哋有請Becky 啦，介紹下 Index Game 啦。咁我知道你就即係即係我哋本地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進駐元宇宙嘅一個先鋒啦。咁可唔可以都簡單介紹下成個 Index Game 而家嘅發展咧？好啊，唔該曬。咁好啦，咁我先介紹 Index Game 啦。咁我係 Becky 啦。咁 Index Game 咧，其實係一個 startup 嘅 BB 嚟嘅。咁啊，一年多少少嘅啫。咁其實我哋會話啦 ，Index Game 其實係對 Sandbox 一手栽培出嚟嘅Metaverse 嘅 agents。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我講翻少少，譬如我自己啦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再加兩三個 partner 一齊去做喺對 Sandbox 嘅第一隻遊戲嘅。咁其實當初咧，其實啱啱主持人都有介紹啦，其實我係做廣告噶。係啊，咁我哋當初咧都係試一試啦，咁點樣試咧？咁啊後邊我會再講嘅。咁啊就因為咁樣咧，我哋做咗第一隻遊戲，係啊，咁我哋就係因為咁樣我哋做咗我哋第一隻嘅九龍城寨啦，咁跟住咧就慢慢俾 Sandbox 認識咗，留意到我哋，咁一路發展到而家大概14個月嘅時間。咁其實我哋由三個人開始啦，去到我哋今日其實大概35人啦。咁其實亦都好好彩啦，咁因為我哋俾到 Sandbox 嘅支持啦，咁其實我哋喺香港係第一間啦，被 Sandbox 去投資啦，亦都係俾你 appoint 嘅Metaverse agents 啦，係啦。咁其實我哋係做啲乜嘢咧？咁其實我哋主要 focus 咧，即就一定咧喺對 Sandbox 上面嘅內容啦。即我譬如我會咁講啊 ，Eric 佢係一個平台方啦，係對 Sandbox 一個好大嘅去中心化嘅平台。咁但係其實喺平台上面都需要好多 creator 去創造呢個內容嘅喎，咁其實我哋公司咧就係正正呢個角色啦。咁其實正正咧，亦都係因為我以前嘅工作嘅關係啦，其實對我而家呢個新行業嘅發展其實係係好有優勢啦，我會咁講。咁其實我哋 Index Game 咧，其實一路啲十幾個月咧，其實一路都同好多品牌合作嘅。咁譬如有恒生銀行啦、新鴻基啦、海洋公園啦等等。咁其實我哋正正咧，所以我諗一路我會咁講嘅。其實當初我哋嘅路線都唔係好清晰。咁但係其實咧，去到呢十幾個月之後咧，我哋都好清晰啦。其實我哋會係一間幫一啲品牌由 Web 2.0去到Web 3.0 嘅一個橋梁咯，咁譬如啱啱都有講啦，話啊，其實好似有好多 brand 好多品牌都未知點樣做喎，咁其實我哋就可以提供到一個方案。咁其實啱啱啊 ，Eric 都有提到啦，而家正正就係對 Sandbox 嘅 Alpha 3嘅時間。咁其實咧，我哋喺 Alpha 3今次咧，我哋都有三隻遊戲可以體驗到喎。咁我就先介紹一下其中一隻啦。咁啊，就係陳冠仁先生嘅。咁啊，啱啱 Eric 都有提到啊。咁其實咧，陳冠仁先生其實係一個音樂人啦。咁其實我哋喺對 Sandbox 上面做咗啲咩咧？咁我哋唔係純粹話將佢哋音樂擺咗上去就算嘅。咁其實我哋將好多音樂元素啦，即係譬如佢個吉他啦，吉他入邊啲 pick 啦。有很多他喜歡的樂器，我們放在裡面做了一個主題樂園的，咁大家可以看一看這條 teaser 先。其實呢啲動物仔咧，其實都係陳文先生自己嘅收藏嚟嘅喎，咁我哋就一一都將佢擺咗喺元宇宙入邊。咁其實喺入邊咧，除咗玩一啲音樂元素嘅機動遊戲之外啦，咁亦都會有一個gallery 啦，會見到陳文先生一系列嘅 NFT 啦，係啦，就好似咁啦。咁我哋會話咧，其實依個咧係一個 social hub 嚟嘅，意思嘅話咧，即係我哋唔係一個單人遊戲，其實我哋可以無限人數咁樣上去一起去溝通啦、互動嘅。咁其實遲一步咧，我哋亦都可能會將陳冠仁先生嘅演唱會咧擺咗喺上面去實踐出嚟啦。係啦，咁另外一隻啦，咁其實啱啱 Eric 都有提到嘅，就係一個南華早報嘅體驗。咁其實南華早報依個 experience 咧，其實我哋上一次 Alpha 2 Season 咧已經 launch 過噶啦，咁今次係 relaunch。咁其實唔知道大家睇到熒光幕有冇睇？翻轉頭先啊！咁其實咧，我哋喺入邊咧，其實係玩緊一個 time travel 嘅遊戲嘅。咁其實咧，利用你自己嘅虛擬身份啦，可以去經歷
1984年同埋而家2022年兩個嘅中環碼頭。咁其實咧，我哋入邊個場景咧，我哋都模仿咗現實嘅天星碼頭去做嘅。咁其實入邊你會即係透過去時光穿梭去經歷到啲咩咧？咁其實你透過去個兩個碼頭咧，中間有好多任務啊、小遊戲咧，你會認識到當下嘅香港歷史。咁譬如啦，我哋講緊1984年，其實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年份啦，係一個中英聯合聲明嘅時間嘅年份嚟嘅。咁其實喺入邊咧，就會見到有好多時當時嘅黑白相，係啊。咁再好似咧，譬如而家喺熒光幕右上角，一個Avatar 咪喺個河側邊咁樣嘅。咁其實原來依個位置咧係以前杜海泳嘅地方嚟嘅喎。咁其實咧，我哋喺依個碼頭嘅左邊咧就有一立嘅以前杜海泳嘅黑白相嘅。咁其實咧，我哋係好想表達話啊，其實除咗一啲。即係你可以即時睇到一啲香港歷史之後，跟住再親身體驗，你可以即刻跳落海去同一啲水母去玩遊戲咁樣嘅。咁其實我哋好想將一啲看似好悶嘅歷史去遊戲化咗佢件事，令到我諗一啲年輕人可以有好趣味性地去再一次認識咯。咁跟住下一隻啦。咁另外第三隻咧，其實就係九龍城寨。咁就依只咧嘅，我哋Eric 有講過啦，我啱啱自己都講過。咁其實係我哋當初咧第一次，我哋都真係未係 Index Game 嘅時候咧，我哋三個同事自己一齊去開發嘅一隻遊戲。咁其實依個好多人都會問啊，點解我哋會做九龍城寨咧？咁其實咧，我哋好容易當初已經諗到依個主題。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會了解到啦，譬如 Metaverse 其實係 Blockchain 下邊嘅一個應用啦。咁其實喺區塊鏈上面嘅 data 咧嘅事情咧，其實你擺咗上去之後咧，你就 delete 唔到，係啊，亦都唔係容易刪改。咁其實另外一個角度睇，其實你就係一個好好保留一啲事情或者一啲物件嘅地方嚟嘅。咁其實我哋就我哋諗啦啊，其實 The Sandbox 一個咁 global 嘅平台，咁其實我哋做一啲咩主題，其實係會容易令到人哋認識我哋，或者人哋會覺得好玩咧。咁其實我哋好早咧已經鎖定咗，即係我哋做一啲香港主題。一定是香港人最厲害啦，咁樣咁跟住我哋亦都再進一步諗啦。啊，香港主題都好闊啦，咁做啲乜嘢咧？咁我哋可以做可能購物天堂可以啦，做一啲純粹娛樂嘅 entertainment 嘅公園可以啦。咁但係我哋就揀咗一啲想我哋自己都想保留，或者我哋自己都好有睇法，即係好想保留落去Metaverse 嘅一個地方，咁就係九龍城寨。咁因為我哋好想重現翻以前九龍城寨嘅環境啦，咁我哋見到，所以其實你見到入邊咧有好多好似好擠迫啦，可能有啲天線啊，好多以前嘅人啊、的士啊，其實都係嗰陣時嘅元素嚟。係啦，咁其實咧，我簡單去講啦，其實幾隻體驗咧，我可以話其實我哋而家喺 Metaverse 元宇宙做緊嘅嘢咧，其實係摩定遊戲。係啊，咁我覺得依個亦都係喺元宇宙上面一個好好玩嘅遊戲嘅事咯。因為我哋會話其實啊，講真，即我諗，如果講遊戲嘅畫面質素上面，即純粹視覺上，一定係唔夠一啲大遊戲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因為講緊我哋係好相對係比一啲大遊戲咧，我哋係好容易去自己創作啊。咁其實我哋係可以將一啲我哋想。我哋值得保留嘅嘢啦，或者我哋想表達嘅嘢咧，可以擺入去遊戲入邊，擺喺一個體驗入邊，而寫咗喺The Sandbox 個平台上邊咯。咁所以我哋可以話啊，其實我哋一路做嘅，幫一啲品牌或者我哋自己做嘅 IP， 其實都係想將一啲我哋自己想表達嘅意念擺喺遊戲入邊，用一個有趣嘅方法去呈現多一次俾大家睇。係啦，咁啊最後尾啦，咁依個係近期我哋 launch 嘅遊戲嚟嘅，咁就係恆生銀行，咁同啱啱我講嗰樣嘢好相似啦。咁恆生銀行咧，佢係一個不嬲都好支持DSE 學生嘅一間機構啦。咁其實咧，佢哋就喺 DSE 放榜之前咧，同我哋喺 Sandbox 上邊咧就製造咗一個virtual 嘅校園啦。咁其實想知學生咧可以上去傾下偈啊，大家打下卡啊，圍爐取暖啊，咁可以減下壓嘅。咁其實同時間咧。我哋可以話其實恆生銀行咧，亦將做一啲佢哋對社會嘅責任咧，擺咗上喺 Metaverse 上面實踐咯。咁其實依個亦都係講緊啊，我哋做緊嘅 experience 即係 Modern Game 咁。係啦，咁我今日到嘅分享就到依度啦。
OK， 好 ，thank you， 唔該曬 Vicky， 話時間好準啊，咁啊，好多謝三位，咁啊，非常都非常詳盡嘅一啲解説啦，咁啊，嚟到下一個環節咧，就係我哋嘅對談環節，咁啊，嚟緊咧就我同大家去傾下偈啦，咁啊，首先我就想問一問阿 Eric 先啦，係啦，咁啊，而家即係我都知道你哋就係最全球最領先嘅元宇宙平台之一啦，咁而亦都係已經有非常多嘅企業進駐咗，咁你作為呢一個即係香港業務呢邊係 Head of Growth 啦，咁其實喺香港本地有啲咩策略去跟即我們可能本地的企業、啊、甚至乎可能初創公司、啊、會有一些不同的合作呢？其實我們、很多個形式的一些溝通是很重要的，因為大家對於、Benefirst 或者 Web3 現在還有是一個很初步的階段、我想現在大家面對很多問題就是、我究竟有多了解這件事，由 Web2 去到 Web3 其實中間有很多很多 items 其實大家都還是處理緊嘅，無論大公司好細公司好，咁但係當然細公司其實可能會快啲嘅仲。咁點？我講緊啲包括啲咩咧？其實佢入邊有好多包括 digital assets 嘅 ownership 啦，究竟邊一個同事去管理呢啲 assets 啦？嚟緊嗰個experience 點樣做？我應該要 maintenance 我點做？我係咪應該要自己 form team？ 定係我其實可能rely on 唔同嘅 studio， 或者係我將來啦，我要再 develop 一啲新嘅 department 出嚟，點樣做咧？咁呢啲種種嘅溝通其實就係而家我哋做得最多。咁另外其實就包括好啦，我而家有 partner。或者是有很多 IP 或者 brand 已經入了來的同事，其實當然其實他們可以有 100% 的 right， 他們怎樣去做都可以，他可以找國外的 studio 好，國內的 studio 好，或者香港的 studio 或者 whatever 哪裡的 creator 都 OK， 那好了，那但是 creator 哪裡來的呢？那其實 Sandbox 都在做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我們現在鋪很多 education 的 network， 他希望在不同的，包括如果我自己就是香港 local 的不同的學校，可能不同的大專院校啊，各樣嘢，咁啊去 groom 一些 creator， 但係除了 creator， 我都仲可能要有些人去負責點樣去 manage 呢個 metaverse 嘅 project 嘅。正如頭先有提過，我可能牽涉一些不同的活動啊，或者開發啊各樣嘢，咁其實呢些種種，亦都係我哋在香港做緊嘅事情咯。咁當然其實我哋亦都希望去 deliver 到好一啲好重要嘅 message， 就係話 creator economy 呢度入邊嘅重要性，令到更多人明白到我其實係可以將來喺 metaverse 嘅空間裏邊，我係可以 own 到我自己嘅一啲 ownership， 我點樣可以 create 我自己嘅 project， 我又可以幫大公司做，我亦都可以 develop 我自己嘅 project。咁呢啲種種嘅 concept 同埋呢啲要做落去嘅 strategy， 其實係。就是我們現在比較會 put 更多時間去做的事情。 OK， 好，那我有一點 follow up 啦，我知道剛才你有提到比如有學生、啊、甚至乎我知道有些老師其實都去你們那裡做 training 啦，但是呢即除了是一些大型機構我叫做或者大企業、啊、跨國公司上市公司，即我想很多人都會好奇、啊、我們可能有些中小企是不是個個都可以入到去，門檻會不會很高呢？在這個部分會不會即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會不會有多少意見可以給一些即中小企的即一些怎樣可以進入元宇宙呢？好啊，剛才都有提過的，其實我們所有的 development tools 是 free download，咁所以其實我會咁講嘅，你 download 咗落嚟，你試過你就會知道，哦，其實嗰個 development 嘅環境係咪真係想象中咁難咧？咁亦都另外有好多人問過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冇地，我可唔可以開始去做我自己嘅 development？ 我諗呢個大家都會想知道。咁我會咁講嘅，其實地咧係一個將來你攞嚟 publish 你自己嗰、那個experience 嘅時候，你需要用到嘅一個好重要嘅item。但是你如果現在初步的階段你開始去 explore 或者做 development 的時候，其實你不需要有個地在那裡，亦都我們將來亦都會開放很多不同的features 啦，或者 campaign 啦，去幫助一些 creator 他們去開始即做到在 Metaverse 裡面做到不同的 project。 其實我們會有 game maker fund 啦，就好像Index 剛才 Becky 也有提過，其實你可以 submit 一個 project 給我們，咁我哋 review 完，其實我哋亦都會有好多唔同 funding 嘅 support 啊，或者係資源上嘅 support， 睇下點樣令到佢哋可以繼續喺 Metaverse 裏面做更多嘅內容。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大家如果覺得個門檻高，係因為未知道個全部啫。
即如果而家有機會，我可以分享多啲咧，就可以俾大家知道，其實 anytime 你可以 download 個 software 啦。咁而且可能你會覺得話，一開始未識用嘅同事，其實我哋亦都有Sandbox Academy 入邊有好多唔同嘅 article， 好多 YouTube 嘅 video， 好多 tutorial 去幫助呢啲 creator 開始去做。咁其實以我所知，其實另外Index 啊，佢哋嚟緊都諗住去鋪緊佢哋嘅 network， 去做一啲唔同嘅 education 嘅 program。咁呢個亦都係正正係我哋大家非常之共同嘅一個理念，就係話其實education 嚟緊喺 Metaverse 裏邊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環。如果冇人識或者冇人繼續去 create content 嘅話，咁而家呢個 project 擺喺度其實係冇意思嘅，係。好，唔該曬。咁大家可以即係試下上網 download 個 Foxetti 啦，同埋個 GameMaker 啦，可以試下先啦。咁唔識啊，上 YouTube 睇下啦。再唔係要深度啲嘅，可以去嚟緊 Index Game， 我知道有好多課程嘅。咁所以依家可能阿 Becky 又可以介紹一下。下一個問題，我想問一問 Roger 先。Roger， 我知道你就即係都頭先有好多嘅 showcase 做咗啦。咁都係啦，我哋又面向翻呢個大眾，究竟係唔係又係大公司先入得咧？即係嗱，當然你哋嘅收費可能係即係一定係啲好專業嘅收費啦。但係調翻轉另一個角度，你哋又會唔會同一啲初創企業可能有一啲合作嘅空間，一齊去做一啲元宇宙入邊嘅嘢咧？絕對會啦嚇！我諗頭先 Eric 都講得非常之好啊。咁我諗。首先第一 Metaverse 其實這個概念是仍然我覺得都是一個概念來的，所以我來說還未有一個產品，還未有一個完全 Web 真正 Web3 的一個產物，有很多我們要去 define 的地方，那怎樣 define 其實都是靠大眾，因為 Web3 其實的概念就是要 decentralize， 那不會有一個的公司去制定所有的 rule 去俾人知道嗱，你要點樣做，要點樣即係如果從廣告嘅角度啊，你要點落廣告，唔係咁樣嘅。咁所以第一，我諗係要令到大眾去認識係一個非常重要啦。嚇，咁我諗今日就係一個好嘅平台去做依樣嘢。咁當大即係多啲人認識啦，其實我哋作為即係一個較為面向真係好多唔同品牌嘅公司咧，我哋其實真係好希望去有多啲嘅 idea 嘅。嚇，其實。Web3 一定是入面有可以更加多的 idea 是在入面呈現出來，剛才很多的例子呢，其實我會綜合為都是 gamification， 即是怎樣去玩，怎樣去 engage， 但是怎樣入面譬如說品牌很現實，我怎樣去翻數，怎樣賣到我的產品呢，在 Metaverse 入面怎樣做呢，現在其實我們要找出一些有效的 solution， 我們這些都是要 idea 咯，咁邊度嚟嘅 idea？ 我覺得都係好多時候係唔係一個公司去諗出嚟嘅，而係一個 evolve 出嚟嘅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多中小企啊，其實絕對係正正就係喺呢個 moment， 呢一樣嘢係完全未 define、未 well define 嘅，咁就去參與、去思考、去認識、去思考，究竟入邊有啲乜嘢可以創造到出嚟，去迎合到最新嘅市場嘅需要，然後再去。去 trial and error 嚇，然後去 scale 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個 model 會係咁樣咯，我會見到。咁所以我哋公司亦都會好希望更多嘅中小企業合作啊，去睇大家有啲咩即係坐埋一齊，去有咩 idea， 同我哋嘅客户可以點樣俾到佢哋最需要嘅嘢咧。咁呢個絕對我哋都好想做嘅地方。好啊 ，thank you Roger。咁啊，頭先講咗廣告啦，咁我又想問一問阿 Becky 啦。咁我知道你係出身廣告行業啦，非常經驗豐富啦。咁啊，而家其實都有好多人咧，其實都想即係入行進入元宇宙啊。咁我諗除咗頭先 Eric 提到一啲即係平台方提供好多工具啦、技術上等等或者甚至乎 education 以外，咁我諗另一個好重要嘅咧，即係你可以而家做到咁短時間咁快咁成功，一定係同你嘅背景有關嘅。即係呢度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即係你當初本身自己廣告行業嘅嗰個專業知識？點樣可以配合到而家你進入元宇宙呢一個全新嘅業務咧？好啊好啊，咁其實我會咁講啦。其實我哋而家啱啱有講，譬如我哋係一個 content creator 嘅角色，我哋Eric 係一個平台方啦，係啊。咁我就係一個做內容、做喺上邊發揮我嘅創意嘅一間公司啦，一個角色啦。咁其實依個咧，正正咧就係、是、我哋都講緊啦。其實喺 Web3 依個大環境入邊啦，其實我哋都係講緊創意。係啊，我哋喺一個平台上邊，其實可以做啲乜嘢？
去表達啲乜嘢，其實所有嘢都係關於一個創意啦。咁其實依樣嘢就正正係我之前一直嘅經驗咯，就係我個工作經驗咯。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諗而家喺依個新嘅行業入發展咧，咁對我嚟講係有少少優勢啦。咁但係其實我都會咁講嘅，其實我諗係個工具唔同咗啫。係啊，即係以前喺 Web 2年代，可能係 Facebook， 可能係 IG， 咁其實而家 Web 3咁就可能我哋就講緊係 Metaverse 啦。係啊，咁咁其實只不過工具唔同咗咯。咁但係其實我哋去幫品牌去創作時候咧，其實個套路啊，即係我可以話係一樣嘅。即係其實我哋可能要先知道個客户或者個品牌佢需要啲乜嘢，去透過今次嘅 project 個呢個項目，佢要解決啲乜嘢，想做到啲乜嘢。咁跟住啊，咁其實我哋可能佢哋會想令佢嘅受眾後生一啲嘅，想用一啲新嘅工具嘅，咁我覺得喺 Metaverse 係好適合。咁跟住我哋就去再去諗啦，喺 Metaverse 上邊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其實可以表達到佢哋今次依個 campaign 或者佢哋今次依個項目係想達到啲乜嘢？咁其實我哋就一步步去做咯。咁其實依樣嘢都好正正同我以前做一啲品牌嘅 campaign 係好相似，只不過我會話我哋個工具唔同咗咁樣咯。咁我又有少少跟進問題啦。咁我都知道頭先你都有 show 到一啲即係好多唔同嘅大企業啦，係啦。咁嗱件事好新啊。咁究竟喺你一開始要同佢哋去傾嘅時候咧，嗱佢哋就可能都未必個個都好清楚元宇宙發生咩事啦，個 concept 係點啦。即係中間個難度會喺邊度咧？即係會唔會又花好多時間要說服佢哋啊，或者要 educate 翻個客啊？即係呢度即係因為新啊，咁會唔會個難度喺邊度咧？其實我會話其實係真係要多少分享嘅喺入邊，係啊，咁我諗難度就唔係即係唔係話叫難度，我諗有啲挑戰啦，或者其實真係個傾談分享要多啲咯，係啊，咁所以好似啱啱講啦，其實喺品牌角度，我覺得係你會唔會想嘗試用一個新嘅工具？咁譬如我同埋我哋有時去傾偈嘅時候咧，都會用好多比喻咯，即係譬如講緊啊，可能以前喺 Facebook 喺你哋覺得喺 Facebook 嗰個互動啊，真正嗰個互動係可能我留言咗之後，可能有個小編。30分鐘或者一個鐘之後，我答翻你就係叫互動咁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喺 Web3 或者喺 Metaverse 個世界咧，就唔係咁樣嘅。其實我哋係講緊可以做到真正嘅互動，係意思咩？我哋喺度即時交流嘅。咁其實我諗要舉好多啲例子啦，或者以啲比喻同一啲品牌去解釋咯，咁就會容易一啲咯。咁啊，好唔該曬阿 Becky 啦。咁啊，跟住有個問題咧，都想又問翻阿 Eric 啦。咁啊，我知道頭先講 Sandbox 都會同好多唔同嘅一啲可能嘅初創企業啊，去 recommend 佢哋可以有啲咩做啊咁。咁啊，從另一個角度睇啦，你哋點樣去挑選一啲覺得適合嘅合作夥伴去，即係簡單啲講啦，佢哋要做到啲乜嘢啦，你先會揀可以同佢哋合作咧？譬如阿 Becky 咁犀利啦。係啊，即係短短一個時間，三人變咗三十人嘅團隊已經做咗好多嘢。咁即係佢哋有啲咩 quality 先係你哋最需要去睇嘅咧？明哦，呢個問題都好好，我好想分享一下。其實的確都其實又係啦。Web3 嘅層面上，其實我哋一路都冇講緊，即係 Sandbox 其實唔可能係靠自己一個 platform 去 develop 所有嘅 metaverse 嘅 content。我哋成日都話，其實成個Sandbox 都其時。它如果成熟的時候，其實它應該超過八成其實都是 UGC。 那這些 UGC 其實怎樣來的呢？就是靠現在我們大家 去可能 educate 啦，個 market 啦，去令到更多不同的人去了解到究竟其實整個 concept 上我怎樣去發揮我自己的想法。因為有很多創意，其實現在在Event 我們 Alpha Season 3裡面 cover 的遊戲，其實他們做出來的東西不一定是大公司的，真的他可能是一些小的小型的 indie 的一些 creator， 他們反而做了出來 的項目呢，是令到我們更加有驚喜。那我們會覺得在平台的責任上，我們 provide 了一個平台， provide 了一些軟件，即是開發的軟件。那但是做些什麼出來，那就真的看個 user 了。那我們怎樣去衡量呢？其實因為內容也都我們收到 的項目都很多。咁我哋所以其實裏邊有其實有某程度上會跟因應唔同嘅階段，其實我哋會有啲唔同嘅考量嘅。首先，我哋可能要了解咗大家對於譬如Sandbox 好多人都問嘅，你哋用 Foxo 嘅喎，點解會用 Foxo 嘅？咁係咪一個佢哋形容為點解退步咗嘅啲 graphic 咁？
咁但係我哋一路都講法就係話點解個方向上點解 Sandbox 要用 Voxel， 其實最主要嘅一樣嘢就係我哋希望個 development 個門檻降到最低。其實 Voxel 咧其實真係好似你砌 LEGO 咁嘅啫，即係好簡單，你小朋友都做得到。咁但係你做得靚唔靚就係嗰個關鍵嘅所在。其實裏邊其實好多技巧，包括其實我哋個 Voxel 除咗係一啲你個 form 點樣 create 啦，你點樣用顏色啦，你點樣用幾多粒唔同嘅 voxel 去砌到一個最靚嘅效果出嚟啦。咁裏邊其實又會牽涉到 animation 啦，一啲 interactive 啊，或者係我哋發展緊嘅 avatar 嘅 project 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服裝啊、裝備啊，所有其實呢啲種種嘅creative 咧，其實就係我哋其中第一個考量嘅地方。咁如果佢做到一啲好靚嘅 collection 出嚟，佢運用到 voxel 運用得好犀利嘅，咁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哋最需要嘅人。咁另外之餘就係其實係講緊嗰個遊戲嘅體驗。我哋成日都講嘅，我哋內部成日都話啊，而家唔係真係在做 game， 我哋做 experience。咁點為之一個 experience 咧？其實你成個 user journey 啦，跟住 interactive 啦，咁你點樣去令到個用戶其實佢由以前咧，其實由 Web 2嘅年代，大家做 game 咧係好遙遠嘅，大家會覺得我一定要係大公司，我先可以參與做遊戲。我先可以做到一個好成熟嘅 development。咁但係而家 sandbox 嘅環境係其實個個都可以做嘅。某程度上都切合住而家 Gen Z 嘅一啲user behaviour， 就係可能大家玩好多Minecraft， 玩好多 Roblox， 其實都係UGC 嘅一啲平台。咁但係 sandbox 嘅好處就係我哋可以令到呢啲 UGC 嘅 content 裏邊嗰啲 access。或者 loyalty 或者係嗰個 copyright， 其實真真正正係回翻去俾個 creator 本身，而唔係佢純粹做咗一件事出嚟。咁所以其實透過呢啲內容咧，其實我哋已經有好多好多好多嘢可以揾到更多好新嘅 creator 入嚟。咁另外仲有就係，其實如果我哋亦都非常之歡迎有啲自己本身其實可能佢哋 run 開一啲 NFT 嘅 project， 或者係一啲 NFT 嘅 community， 佢哋可能有啲新嘅諗法，佢哋點樣 contribute 到落去 sandbox 呢個平台裏邊？因為 as open metaverse 其實乜都可以發生。咁而家亦都有啲 project 其實佢哋已經自己去 create 緊自己嘅 NFT， 佢亦都有自己嘅 utility。變相佢亦都可以將呢啲 utility 帶翻去Metaverse 裏邊去 leverage 翻我哋個 platform 嘅，咁呢啲就係我哋最想見到嘅事情發生咯。明白明白。好嗱，咁啊時間關係咧，咁我又去最後一個問題問翻三位啦。好快一分鐘講一講咧，究竟大家未來有乜嘢喺元宇宙入邊嘅發展大計？咁啊，阿 Roger 先啦。咁我諗我哋公司第一咧就。會繼續去觀察啦，即係究竟喺元宇宙 Web3 呢個世界上面，依個新嘅技術上面點樣去做到我哋嘅目的 ，connect to 個 user 嘅 passion 啦。咁會繼續去 explore 更多類似頭先見到嘅 project 啦，去 understand 究竟呢個技術可以點樣去做用到啦。第二就係我哋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就係去教育大眾嘅，其實都嚇。咁我哋都會通過翻我哋嘅平台啦，我哋嘅網絡內容網絡平台啦，去呈現翻更多喺呢一個範疇入邊發展嘅地方啦，無論係新平台、新技術、新嘅成功嘅例子等等。咁第三，我哋都會去睇點樣去應用翻呢個技術，俾到我哋嘅廣告客户啦，因為呢個都係我哋第即係好重要嘅其中一個業務。有頭先講到一啲嘅門檻好高。點樣去降低個門檻咧？可能係 用一啲現成嘅 solution 嚇，其實都滿足到某程度上客户嘅需要等等。其實我哋都會繼續去 explore， 俾到我哋無論係 user 同埋客户需要嘅 solution。Thank you Roger。咁啊 ，Becky 啦，有咩發展大計嚟緊？好啊，咁我諗嚟緊我哋公司其中一個好重點發展方向咧，咁係一啲O to O 嘅 solutions。因為其實咧，我哋即係經歷咗一年啦，其實我哋會睇到真係好似好多人覺得啊 ，Metaverse 同我好似唔關事咁樣喎，佢係咪即係好似哇喺依度㗎咁樣？咁其實我諗即係我哋行內啦，我話即係我哋做開，我哋會認識其實唔係嘅，即係其實可以改善咗你好多生活啊，或者係一個我哋成日會話 Metaverse 係你一個
現實生活的新研啦。咁但係其實點樣真係可以落地咧？咁其實依個係我哋一個好重點嘅發展方向。咁另外啦，我諗我哋啱啱啊 Eric 都有提過 Index Academy 咧，我哋都會做。咁其實 On and Off 咧，我都已經做咗好多唔同主題嘅講座啦。咁其實嚟緊一啲我哋都會同大專院校去合作啦，開辦一啲 workshop 啦、課程啦。咁希望將元宇宙依個概念啦，或者應用咧，更加推廣開去咯。好啊，咁 Eric 啦，係啦，平台方有咩發展啊？我哋好簡單嘅，我哋就係 create 更多嘅新嘅 features， 去俾 developer 做到更多嘅事情，可以喺 Metaverse 度發展更多嘅項目。咁同時間其實我哋都要好努力再喺 education 上做更多嘅東西，唔係淨係講緊 developer 嘅，可能係 public user 啦，佢哋點樣去 own 自己第一個 crypto wallet 啦，點樣去理解呢個 digital ownership 啊？其實呢啲種種都係我哋覺得喺 Web3 嘅層面上非常之重要嘅元素。咁所以其實我哋希望都係啦，即係點樣令到更多嘅用戶、更多嘅內容同埋大家會更加明白到究竟其實 Metaverse 可以令大家知道可以做到更多嘅乜嘢咯。因為我覺得呢個都仲係一個好虛無嘅想像嘅啫。嚟緊希望所有嘢都真係再落地啲咯。我哋會覺得係。OK， 好 ，thank you 曬。咁啊嗱，其實頭先咧就有啲觀眾咧，其實都喺網上面問咗啲問題。不過咧，因為頭先大家都答得好豐富，基本上大部分啲問題都已經答曬啦。即係包括即係如果我從事創作行業，我哋可以點入行啊？如果我做廣告又會點啊？咁啊，甚至乎有啲會問如果我想 sandbox 投資，我可以點做啊？即係呢啲。咁啊頭先大概都講咗啦，我諗即係點樣去挑選呢啲嘅公司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根據翻頭先嘅即係幾位嘉賓嘅分享咧，就大家翻去做下功課先。做多啲嘢，其實最緊要有自己有體驗，係啦，即係自己未體驗過咧，純粹聽真係唔夠，係啦，咁啊趁住而家 Alpha Free 啦，係啦，咁啊大家真係可以試一試啦，係啦，咁啊好，去到呢度咧就時間差唔多啦，今日我哋嘅 Meet Up 文系列講座咧就去到尾聲，咁啊首先喺呢度再次好衷心多謝三位嘉賓啦 ，Eric、Becky、Roger， 多謝曬你哋，咁啊希望今日咧嘅講座可以幫助到大家咧更加了解我哋成個元宇宙嘅發展同埋最新嘅趨勢，咁同埋今日咧我哋亦都得到非常之多嘅支持機構去支持我哋呢個活動啦。咁啊，首先以下我都介紹一下啦。咁啊，排名不分先後嘅，咁就包括我哋嘅互聯網專業協會、香港資訊科技協會、香港青聯科技協會、香港科學園創科會、數碼港創業學會、紫荊谷粵港澳大灣區文創科技聯盟同埋呢個香港延展實景協會嘅。咁啊，我哋嚟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咁啊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啦，我哋團結香港基金嘅網站啦，同埋 Facebook 嘅專頁。咁啊，多謝大家，咁啊希望大家下次再見啦，多謝曬，唔該，拜拜。